哎、欸，三只号角，还是说可以用另外一种？不行哦，一定要用三只号角吗？不能用第二只三藏解放？算了算了。没来宾的靠呗，哎、欸，波西掉前面这边来宾啊。一天三次直播真的是，哎，累累的，还不赶快给我订阅按起来！哎，这个当队长好像没什么伤害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有单一只长生杖的话，是不是没有天降光之加成？好像是这样的。晚上十点，哦，今天没有找来宾哎，怎样？难道你们是为了看来宾才来的吗？没来宾你们就不来了吗？晚上，好啦好啦，其实我晚上要找来宾啊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来啊。以下开放许愿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想要谁啊？我现在去约一个了，好不好？紫皇真的做坏了，不过我觉得短时间内这张卡是必须抽的啦，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另外一张卡，超越它了。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另外一张卡超越它，所以这波是非常值得刷，非常值得去抽的哈。好，这边三藏解放，这个前解有点太简单了。看一下变什么？变成八星卡哦，大乘这个第三个字怎么念啊？大乘什么二唐三藏？